各位大家好，我是囚徒。好，这次玩的皮肤是身孕的皮肤，紫皮放硬挺，有没有看起来非常的有质感？哎，好像身孕的皮肤感觉都还蛮有质感的，有一点像那种赛博朋克风，应该是对。哎，赛博朋克是赛博朋克，反正就类似那种啦，就是未来的机械感，然后又有一点那种我不知道，有一点古典的感觉嘛。对，有融合古典跟机械的感觉，就是一种，我觉得是一种另类的艺术感，还不错看。好，然后科技感呢也是有一点啊，但是好像这比较偏向更古老一点。可是红蝶的金皮好像就比较科技感了，对，因为它机械的感觉啊，不重要了，反正我们现在先马上来玩吧。好，这种介绍一下，先知、宙斯、囚徒、佣兵、调香师，好，宙斯两个，祭司啊，心理学家。哎，我是觉得那个放映厅下面那个播放机啊，就是那个电影的那个，哎，叫播放机吗？反正就是那个东西，如果能转就好了，对不对啊？胶卷，然后是底片可以这样转，反正是以前的那种胶卷式的那种放映机。对，如果能转的话就更完美了，可惜它不会转。但是好吧，算了，就是这样，因为它是一个模组而已，你让它转可能要另外再做一些效果，比较麻烦一点呢。哎，干嘛帮官方解套？它就是没有转啊，对，它就是没有转。好 ，OK， 然后我们现在连接到这个机子之后呢，破译是破译两台，应该是比较好一点的啦。然后永明镇呢，基本上呢，唉，为什么地图不改大一点呢？我觉得地图可以改大一点呢。我觉得真的永明镇好像就是不知道匹配到永明镇，然后就有感觉就是哎，应该是要输了啦，对，准备就是要输，要不然就是监管太弱势，对。要不然其实这个圈圈的感觉真的是绕一下就遇到监管的感觉，真的很糟欸。好 ，OK， 破解掉了，不是破解是破译啊，一样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各位注意到吗？这个放映厅的皮肤的后面有一个叫 END，ENDE 对吧？它其实不是英文，它是德文欸，也是一样是结尾的意思，片尾的意思。好 ，OK， 然后我觉得它的耳机也蛮帅的。也是跟那个海盗电台的耳机的风格有一点点像，但是并不完全像啊，有它的风格在，因为它毕竟只有一边而已。好，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，不要救一下这个可怜的祭司。哇，两个人在守欸，有办法救得来吗？好，来救。好，可恶，没挨到刀，拜拜。应该说假装要拜拜，再回去救第二次好了。好 ，OK。两个人在守真的好难救，不过还是刚刚还是差一点救到。好，现在只剩一个人了。OK， 可以了。好，插刀，然后再给他定一下，再过去。对，可以消耗他多一点点时间，这样呢能够增加祭司的存活率，大概吧。好，我们现在先治疗。刚刚呢有拿到针筒，所以呢现在治疗回来是刚刚好的。好，6000多块，等一下可以买东西的。他的眼睛也很特别耶。有一种放映厅的感觉，就是你没有播放出去那种投影的那种感觉，对，是投影的感觉，投影机的感觉。好，不错哦，这个细节做的其实可以的哦。好 ，OK， 来买个东西，枪。好，我再帮忙开个枪好了。嗨，现买现用，还是很新鲜的哦。OK， 祭司又能逃跑了，我能帮的就这么多了，好不好？再就没办法了。好，再买个东西。哇，一秒钟就花那么多钱，真的是花钱如流水啊。好，再看一下有什么好东西咧。香好了，通常香比较值回票价，可以用两次。刚刚枪就用一次，就有点可惜。对，好，不可惜啊，其实救掉人都不可惜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咒术师被追，追上去又下来。好，落地刀没挥到。然后呢，现在来连结一下。这个快破一完了。所以连结的话，我想破译的进度我还是比较好了，我怕像上次一样，对，变得很难破译。如果用到48%的话，破译掉了。好，这个次的速度有点快，哎呦，吓死！好，小白现在在追我了。没有，他没有追我，他要追其他人，应该是要追祭司吧？对，是要追祭司。好 ，OK， 我看一下能不能帮个忙，挨个刀，我要来挨喽。挨咯，可恶，没挨到。好，先救他一下。来啊，我抓。那有戳到我吗？有戳到我。OK， 再一次。哎呦，他应该以为我有电吧？是我没有电其实我没有电
小黑好像好，假装我有电。哎呦，刚刚是不是来阴的？哎呦，还是没打到。好，继续逃跑了，这样也行。好了，他逃跑哎、欸，超强。好，要来吗？要来吗？要来吗？哦，要过去追了。似乎他俩都上车了。哇哦！那可能就刺激咯，等下车的时候就知道了。对，祭司应该可以做个门走掉吧，因为毕竟欸撬棍欸，加速剂香，好，不买撬棍了，我们直接从大门走。好，祭司好像还是在跑逃跑当中，似乎没有脱离监管，然后飞到了一个咒术师而已，所以这局我们应该很有可能会赢。对，这局的监管应该是还好。欸，祭司倒地被红蝶打到了，好吧，那就没办法了。然后佣兵好像蹲在那里，对不对？被好像被治疗。好，可以，这局该会赢。好，祭司飞了，剩下的只要不要太皮。欸，有人来吗？有人吗？好，没有。欸，大门开了在哪里啊？是不是来了？欸，有来了。好，红蝶。再打我吧，耗点时间也好。OK， 再回溯一次。好，我先走了，应该走的差不多了，剩最后的佣兵了。好，来看一下，欸，机械人，欸，机器人，好，机器人，玩偶就玩偶还机器人。好，在干嘛勒？乌鸦出现了，然后已经走掉五个了，所以现在是无关胜负了啦，输掉也无所谓了。对，应该说被打倒了。上椅子也无所谓了，所以赶快倒吧。没有了，赶快走吧。他现在在等什么？他到底想干嘛？我们继续看下去，他到底想干嘛？操纵机器人然后被打吗？他还有什么可以追求的？在永明镇这里还有什么可以追求的？让机器人遛机器人，然后能用到没电吗？我看不出他操作意义在哪里。躲进柜子里。只是为了躲进柜子里，是不是？原来他有强迫症哦。好，我知道，原来就是这样子而已。好了，那以上呢就是玩囚徒的影片哦，我们下期见，拜。